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完全可以扣住30个小朋友的感觉，因为你的就是责任心在那儿呢。可能当爹了不一样吧。对，我确实是当爸爸之后有改变。以前会有责任感没有错，可是不会变成压力。可是现在因为自己有小朋友，你会知道小朋友的生活有多重要。就像他开始爬了，你马上就要担心那他会从床上掉下来，所以你的操心会是24小时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通通都会呈现在里面。你有了自己的小朋友，你就会知道当父母真的不容易。